老板，坐吗？喂，老板，就是这里了。这里啊？是啊。这里没有什么工具吗？哎呀，做工要什么工具？我这个活很简单的，就是除一下草。你看，这是前面那几个男的来这里处的。做个？是啊，我都给别人200了。你刚才我也是给了200啊。你看，就除这些草啊。这些除完了就不用你除，你除这里的就行了。你叫我玩吗？来玩草啊？没叫你玩啊，我是问你老板做吗？做你说做啊、哦、做工啊。做工啊？是啊。做工我可不做的吧。不做？那你刚才我都给了钱你了。给了我也不做。哎呀，200块钱一天还不做，8个小时。你刚才怎么不说清楚呢？让人家误会知道吗？什么误会？每个人过来我就是问做吗？别人都知道啊。你想哪里去了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嘿，你懂吗？哎呀，真的是，原来是个流氓啊。什么流氓？200块钱你要不要做？钱都给你了。这个我不做。不做那你就把钱退给我。退？那是不可能的，跟你说。不可能？你给了我了，我干嘛要退给你？再说了，我都跟你进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不退后果有点严重啊。哎呀，那叫荒山野岭的，你一个女的能把我怎么地？这荒山野岭、我跟你说这是大陆啊，大把人过来的。过就过啊。有没人呐、啊、非礼啊，快来救救我，救命啊。算你喊。跟你说，我这个嘴巴大，没点钱都封不住。我退给你了，真的是。200不行了，600块。600我可没有那么多。没有那么多，现在都快下雨了，不要逼我住狠招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有了是吧？早说嘛，真的是，思想怎么这么龌龊？不干活就。找那种小巷子去，来这种地方。说你喊啊，赶紧滚！下次我再也不上这种当了。哎呀，什么人来啊？思想这么龌龊的，不坑他一点钱，不给他一个教训，哎，我都不姓陈了，真的是。哎，也不亏啊，还赚了几百块。哎呀，那回家了，买肉吃。